你要去拿一点相机看。好，那个我先来装了，因为他们还在弹钢琴。组装完会是这个样子。好，这边有一本说明书，先检查东西。8个，你钢琴练完了？练好多，对啊，练什么？哇，这看起来好像很难呢。白色的比较容易脏啊，所以你要不要去找到？像我一样，我的打黑色刚刚，很舒服哦。在哪找呀？在垫底下，左边是正面，这背面，这背面好。第一步骤，这东西这样锁上去，好，锁短螺丝。你们小心哦。你觉得这是什么啊？锁吧。姐姐，没有力。锁的。姐姐，你看我吧。姐姐，你看戳动的。好，不回去。可是它锁，它的扭力太小，好，没关系，这里有锁就好。因为等下这个还是要锁，等下确定没问题才会再把它锁紧进去。怎么那么正确啊？没对好到吗？我看要展示一下。你好棒，继续用这把拍影片，好像有点爆笑。乌龟哦，这木头它锁不进去。这个是乌龟的。好，重点来了，就是这样子而已。那就这样，这边锁这里，有没有锁上去？来，来扶好，扶好。不要挡到镜头，不准挡到爸爸镜头。要开冷气。对啊，好热，好热。好热啊！对，就这样。像那个柜子的话，锁到关掉。手酸的。你这个动作刚好会锁。好，来来，你们坐好。这边两洞，放木头，各一个。放木头，我也想放。我给你放。耶，我也想放。第四步骤。大的洞洞。哦，懂了。对，翻过来了。嘟这个洞。嘟，刚好嘟那个洞，定位的。嘟这个洞对吗？这样你再重新哈，好，接下来就吃力了。吃力啊！二根这么长的螺丝进去。发力吧，不想丢。好，给你们丢。谁帮我开冷气？开冷气。全身都开。全身都不想要帮忙锁哎。这你们锁不进去。可以先轻轻的，对不对？我想要锁。
哎、欸，这还真的守不进去。对呀、啊。这妈妈都守不进去，知道吗？嗯。那这好像可以，这反正守得进去。准。那说才好吗？准。那说才好吗？我也没守过。这边守。嘟嘟，好。我想要用本的。因为我是小朋友，我才要用短的。我也是小朋友，那我要用短的。妹妹来，一人一只。给我。我也要。我先说的。来，妹妹的，妹妹的。妹妹说比较慢，就先给她。来看，她能不能说。哎，这次怎么说不进去？顺时针嘛。不是，它有方向性。好了，这是我的极限了。一开始轻松，然后后来就哇、啊哦，猫咪这转好了、啊。对呀、啊。然后再转一次。就这样。然后，呀，这样子。有了，对，好，有了，好了，我的又好了。是先转。先想，先扁。先扁再。免得先出去。好了，我用好了。这里啊。OK， 其实我的都不会动嘞，我只做一点点动。我知道。爸爸，我用好了。你转这个。好，你好棒。给我用好了。这就像那个转风车。有，还要先弹。我说的是抽屉的那个，抽屉的那个抽出来的把手。我说这个，我们的带螺丝，结带螺丝，结结。好，这一个，好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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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我刚刚给你下来。来，给你，给你，给你。用过锤子。好，来换姐姐一人一个。好，嘿，然后呢，再换我，再换姐姐，再换我。好，这样子。妈妈。好，你看姐姐那么厉害，直接敲几下就行。好，收工。一九二九二九。先暂停了，我先把外面桌子搬走，你要直接去搬的啊。看爸爸，三，二，好。对。走，小妈咪走吧。我要跟着你吗？先不要。哦，极限了，极限了，极限了。往上的，往上的哈。爸爸，后面走。我要走，我要走。好，可以过来了。那张桌子进不去，这张就很难出来。对啊，用直的进去。桌脚要拆掉，这样会太小了。但我桌子可以更好的。它比较会，比较矮一点，对不对？比较会动。比较会动吗？这个比较会动吧。它比较重，这个比较轻。我是骗师、啊。姐姐进去，让妈妈进去。骗师休息。这样可以吗？啊，可以。还是要再出来一点。想在里面一点。这样一次只能坐两个人。对啊，以后我们就不要看电视就好了，好不好？这样比较好。妈妈坐这里，我坐这里了。今天你要抓我的手。我说不要看电视，那就坐小椅子。哎，你没有，你没有都没有拍到这个。嗯、啊，我不要玩了。妈咪，这个高度你可以吗？可以吗，小妈咪？可以。哇，真舒服。我流汗了。好了，可以。可以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来写切结书。请问这个新桌子可以在上面画图吗？不行。可以贴贴纸吗？不行。可以像爸爸十个吗？不行。嗯。那可以把水倒在上面玩吗？不行。那可以用彩色笔画吗？没。那可以用刀子割它吗？不行，这都是我不会做的，好不好。有啊，你看那边。
看这一个，这里有证据。这个是什么割的？这个是谁割的？这是你割的，我不会割猫啊。这个是谁贴贴纸的？谁贴的？小猫咪贴的，因为它是它的宝座。那你们喜欢这个桌子吗？喜欢，这那么小。要打分数了。得得得得。得得姐姐是几分？妹妹，我是五分，妹妹是五分。不对，等等，我们再来测啦。好，打分数。得得得得，顶顶顶顶顶，再来测。得得得得得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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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哈哈哈。哎，你们两个零用钱加起来就可以买这张桌子嘞，对不对？好，你们出钱，姐姐一天就可以了。姐姐想要就2000多了，想要2000一天，猫咪1300。咚！咚！是吧？咚！咚！咚！结束了吗？问题呢？小问题。下次就教我一个赞，还要记得订阅我是小铃铛，可以做进去，同时还要记得认识大家，再见，拜拜，还有下期哦，姐姐，拜拜。